哇塞！我送给你的，这样我不在你身边的时候，你可以跟他在一块儿。但他不像你啊。他的身材像我。哎，你要洗澡吗？你洗澡吗？我得休息我的那边。晚安。晚安。 谁呀？这个好看吧？你还记得那晚你刷了脸，然后给我做了这个，然后我就想把它送给你。 隔一秒，我才想到啊，香港的时候我们去过的地方。你看到水晶球，然后里面还有星星会落下来，然后那个旋转木马很闪亮。你还不洗澡？啊，<笑>你为什么总是担心这个问题？我怕没热水，太晚没热水。<笑>真的吗？哦。 我也准备洗了，我怕太晚没热水冷死。哦，那你赶紧睡吧。好，就是很想跟他一起玩，因为很久不见了，然后又是当天到的。那，啊，晚安。希望你喜欢。谢了。<笑>你的衣服也很好看。哦，是吗？嗯。我浪漫，不好意思。 两个人在一起就是这样嘛，来来往往。我都会知道他穿着我的东西，他送了一个这样的礼物给我。我好想好想你，想要立刻打通电话给你。 我好想好想你，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好想好想你，不要太想我了啊！我觉得你想我的话，你就承认吧。直接一点，别装了。明早4点，我叫你起床啊。你就说一句我想你，然后晚安就好了。我已经睡着了，我看不到，也听不到。 我已经睡着了，我看不到，也听不到。我已经睡着了，我看不到，也听不到。我已经睡着了，我看不到。